哪没有错事啊？现在厨房没有一个人是擅长夜市料理的。他要不要把味噌精叫过来？自从你出现之后，他好像没有一天是开心的。你们为什么总是要强迫我去面对一些我不想去想的事情呢？离开！当他自己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也很想帮他。那算我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还我那个每天都那么开心的味噌精，可以吗？东森综合台每周六晚间10点，极品绝配。